这是一个位于绿线 B Line Washington Street 附近的一个31位小型公寓套间。一进门，左侧是第一个房间。房间有2扇窗户，采光相当不错，有自己一个衣橱。旁边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第二个房间面积比较大，同样2扇窗户，配有了一个大的衣柜。这里是第三个房间，有1扇窗户，面积适中，同样配有了一个衣橱的部分。沿着长廊往里面走，这里是一个储物柜，旁边这里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，有1扇窗户。走廊的尽头是客厅的位置，客厅有2扇窗户，有一个储物柜。客厅旁边是厨房，厨房面积相当不错，有1扇窗户。厨房配有了煤气炉灶、烤箱和电冰箱。